歡迎大家收睇呢個數學三分鐘。今日我哋咧入到去呢個中午嘅班房，直播一下我哋真實嘅上堂情況，點樣教數咯 ？OK， 咁啊，事不宜遲啊，呢個係2019嘅 DSE 嘅第一條 MC。做法咧就有好多種，好簡單嘅啫。首先咧，如果用正常啲一般嘅做法咧，就係將第一個數 A 咧乘後面括弧入面呢個數，咁即係 A 括號 A 二次加 AB 減 B 二次，跟住 B 合呢個數乘後面成個括號，呢個就係咧當年 Form 2書本嘅做法嚟嘅。啊，雖然慢啲，但係都唔係好緊要嘅，因為有好多同學咧渣嗰啲咧係呢條都唔係好識嘅。咁啊，唔緊要，我哋慢做啊，表演一下慢慢做嘅方法，跟住先用個快方法，你就會感受到快同慢嘅分別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啲基本嘢、簡單嘅嘢我都費事講咁多啦，就係乘曬入去啦。好啦，乘曬入去，有得約就約住鬼咗佢啦。呢、這個同呢個約得啦，跟住仲有冇嘢約得啊？冇咯喎。冇啊，咁即係 A 三次減兩個 AB 二次，跟住加 B 三次，所以 answer 咧就係 C 嚟嘅。嗱，呢個咧就 method one。好啦，咁啊有啲咧同學咧，如果用另一個方法咧，可以屈機大法啦，就 MCD 屈機大法。咁啊屈咩好啊 ？A 同 B 咧可以屈是但兩個數啦。咁如果 A 同 B 係是但兩個數咧，最好就係屈咩咧？越細越好，越係質素嘅越好。咁所以基本上咧，通常我建議大家咧係屈三同二啦。A 係三 ，B 係二，咁啊照篤嘅啫，咁咪光啲。咦，最光啦！好啦，唔緊要 ，A 係三。B 是 2,A 是 3,3,B 是 2,B 是 2, 好了，那我們屈完是11來的，就是說個答案呢一定會計到11了，當你 A 是 3,B 是2的時候。好了，我們看一看邊個 A 是 3,B 是 2, 你會出到11了。第一個照咁啦，如果你啲心算係虧嘅時候，係一嚟嘅。第二個三嘅三次減二嘅三次，19。第三個三嘅三次減二乘三乘二嘅二次加二嘅三次，哦，11啦。perfect 啦，十一就應該是答案嚟噶，應該嘅啫。不過未，我哋還未確定啊。如果我哋做測試嘅時候，要撳埋咧最尾 D 嗰個啦，三嘅三次減二乘三嘅二次乘二加二乘三乘二嘅二次再加二嘅三次，23。啊，咁我哋可以好確定啦，只係 C 嗰個咧。符合咧11，咁即係我哋可以俾自己一個 tick 啦。咁啊，呢個做法咧都係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啫，叫屈機啦。咁通常我自己咧出到去考試咧都係用 M1 method 1嘅。OK， 好，我哋下一條片再錄啦。